听完咱分享落甲，他的汤底大了哈，随便他抛，随便抛，你也还跳舞嘞，干啥去啊？出来走路吧。干啥去啊？对，等等，去找爸爸去。来，走路吧。找爸爸去。小姐在濮阳的时候走路还不太好嘞，只能走十几步。川会走路了啊，会跑了。然后回到老家，满院子跑，撒欢了。累。爸。来。回到老家以后，这跑了也不愿意进屋了。我愿意搁院子里边跑。跑也不让跑了。你看不让跑，不要下来。下来吧。下来吧，不要自己走。你看。我都生怕他这个绊倒了。吓人。吓人。不让放了现在。来走吧。来。那你撒欢儿跑啊。来来来。想弄那个葫芦啦。现在。你说爸爸的。走吧。你指谁了？过来，来，来！跳舞。你干啥去？哇！都跑一跑，不然到了。他跟濮阳走路还不敢放吗？嗯。起不来。也知道是爸爸。